哎，院长，其实呢，沈务雄有一处说，中共的高层认为说，宪法共识、宪法各条，其实是山寨版的九二共识，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呢？讲好。我们不批评哈、不评论，因为我没有直接听到，的话哈、那基本上，两岸哈、的政策，台湾有共识比较好，所以只要对台湾人民好，到底是大家都会往中间走，所以国民党他讲说，台湾前途要由台湾人民来决定，或者他也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这个也是往中间走了，而是大家都往中间走，不必再计较这个是谁好像谁向谁接近，如果这样讲，国民党好像向我们接近，都是其实都是往中间接近，这两个比较极端的往中间接近，就好像看起来是往对方接近，好吧？好，这个不必去计较，谢谢。谢谢。